好，各位前端大佬，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看它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这是一个函数，它用来干嘛呢？它是用来给一个元素去注册事件的，传入元素，传入事件名，传入事件的处理函数，它负责把它注册事件。然后这里边呢，它会经过一些分支。为什么会经过分支呢？因为它要考虑兼容性。如果说你支持这个 add event listener， 那么就用它来注册事件；如果不支持的话，比方说一些老版本的 IE 浏览器，那么看一下它是不是支持 attach event。如果说支持的话，用它来注册事件；再不行的话，就用那个属性啊，用 on 什么什么。事件名的方式来注册事件，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效率上呢？我们来思考这么一个现象啊，如果说他第一次调这个函数的时候，他进入的是这个分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后边哪怕有100万次调用这个函数，他一定会进入这个分支？为什么呀？因为浏览器它支持哪种事件的注册方式，是不是一开始就能确定，而且确定过后它就不会再更改了？那我有必要每一次都要去判断一下吗？是不是完全没必要啊？一旦确定下来，就永远的定下来了。那有同学说，袁老师，你这不是鸡蛋里边挑骨头吗？你就加一个判断，能造成多大的效率浪费呢？那这要看场景的。如果说呢，只是在一个组件里边你用到了这么一个功能，那它影响确实不大啊，你这样子写也没啥问题。但是如果说场景是你在封装一个通用的函数，这个函数呢可能在任何场景下使用，那你就不得不多考虑一点了，因为你压根不清楚它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比方说它在循环里边使用，或者是整个系统里边调用它上了100万次呢，那你就增加了100万个判断。这就是为什么说编写框架呀、编写通用库的人跟普通做业务开发的人，他想的就不是一个东西，写的就不是一种程序，因为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了。那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它的效率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呢？其实解决办法呢非常简单，既然这件事儿能够在一开始确定，那我就在一开始把它确定下来，我定一个变量，那它等于一个立即执行函数。这个立即执行函数的作用就是要在最开始把这个 add event 这个函数给它确定下来，到底是哪一种。我们把这个分支写下来啊，好，粘过来，然后这边呢我怎么写，我就直接返回一个函数了。好，下边也是同理啊，返回一个函数，这里也是一样。好，你看啊，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 add event 它不是等到调用的时候再去判断，而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到底使用哪一种事件注册的方式，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定下来。那比方说啊，在最开始的时候浏览器支持的是这个，那就意味着在这个浏览器环境下边，它后续的对这个函数的所有调用，它都会直接调用这个函数，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分支，那么从而呢提升了效率。这就是使用立即执行函数提升效率的方式。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呢，我可以再举些例子，而且各位同学啊，这些可不是八股文哈，这些都是重要的开发技巧，尽管呢这个技巧呢比较简单，当然了这些东西呢也只是你职业发展之路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知识点，要获得更多更重要更核心更有价值的内容，那么就一定要来看一看我的大师课。这个大师课是完全免费的啊，来领取就完事了。但是呢我给你提个醒哈，大师课呢可能就不会像短视频讲的这么温柔了。短视频呢我没办法，只能短平快，讲点小知识你说它干我觉得还好，都是一些碎片化的知识。而大师课讲的就可是成体系的知识了啊。短视频呢就是教你化个妆摆摆造型，短平快嘛。而大师课呢培养的是你的内在和气质，那这种东西呢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修了。所以呢无论你是想高薪就业还是想再次提薪，大师课都是你的必修课。这课呢目前还可以免费领啊，怎么领？加屏幕上方的账号，找我的小助理，按照提示领取即可。好，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例子也可以使用这个的立即执行函数来优化效率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里呢有一个请求方法 request。哎，我封装这个请求方法呢是希望它能够适配于浏览器端，同时呢也能适配于 Node 端。所以呢，你每一次在发请求的时候呢，我要去判断一下你是不是浏览器。那你是浏览器的话，我就调用 Ajax 的 API； 你不是浏览器是 Node 呢，我就调用 Node 的 API。那么这里是不是一样的问题？用户那边是什么环境？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能确定下来？你没必要每一次请求的时候都去判断一下环境吧。所以呢，你就可以把它改造成使用立即执行函数的方式，在最开始的时候判断环境，根据你不同的环境，我赋予这个 request 不同的函数，那么后续呢就不需要经过这些分支了。再比方说，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去除正则表达式里边所有空白字符的函数。在这个函数里边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每一次去除一个空白字符，我都要去新建一个正则表达式对象啊，会造成一些内存的波动。但我这个正则表达式对象呢，东西不多。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一块有效率问题，哎，要改造它，怎么来改造呢？还是一样，利用立即执行函数，你可以在立即执行函数里边，在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玩意儿写到这儿，那么后续在执行这个 remove space 的时候呢，相当于是执行的是这个函数，它就不用再去重复的创建这个正则表达式对象了，它就一直在，你直接用它就完事了。好，这里呢其实就是用到了一个闭包的技巧，而且在第三方库啊一些框架里边大量的使用到了这种技巧啊。其实这些呢都是使用立即执行函数，把一些东西呢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定下来，无需等到运行时候再去确定，从而呢能够提升一些效率。好，就分享这么一个东西啊。